好久没见了，什么角色了？细心装扮的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，尽管表现的像不在意的，春风拂过了自己在忍着，越陷却越深刻。你说，我说，听说。忍着又不忍着转舵，我反正决定自己难过。我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指着哼着。我想给你拥抱，像以前的样，可以吗？背半部的动作认真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才这么大，我只能睁着眼掩饰，才能和你说说话。我能送你回家吗？我们外面要下雨吗？我能给你个拥抱。你的朋友可安可以吗？我忍着不着再好的又一下，想就是想多再不能说你呀，你就当成认识我的层次，当这是笑话吧。